你不会真以为我还喜欢你吧？不可能的，咱们现在就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一码归一码，自在。是，是工作关系没错。那你觉得你身为一个助理，你这些行为举止合适吗？不合适可以换呀，我去给叶达新当助理也可以啊。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要换助理了？哎呀，我现在想清楚了，咱们呢真的是一码归一码。只要我在江车一，我就会认真工作一点。这些我也会按时按量的完成的。连峰，啊，你们的工作室。 放心吧，霍是我朋友，我肯定得帮。你看看，看看，这都是电脑啊！我跟你们说，这多好的生产力啊，不能让这电脑闲着呀，得创造效益呀！啊，林叔。 现在工作室设备不全，就这么几台电脑，能干嘛呀？哎呀，除非能接到江浙集团的业务。那我说你干嘛呢？赶紧去拉业务去啊！是你们忽悠我来就算了，还让我当跑腿的，过分了吧？嗯，哎，你们还真别不信，我这张老脸比你好使。 我直接去找李建业。老林啊，爸，李董事长，你们都在这儿啊？你怎么来了？啊，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严峰告诉你的。哦，是。王总工，说你弄了工作室，我是不过来看看吗？这本来想开业的时候给你发帖子的。 没想到你就来了，蓬荜生辉。老林啊，你这跟我说套话是吧？我可不爱听。我不管你爱听不爱听啊！董事长视察工作室，意义非凡，这是历史性的时刻。参观一下吧。好好好好好。高速列车仿真技术工作室，董事长您看。 这套高速列车运行仿真系统是改进版本，可以模拟铁路现场和列车运行状态，还能测试和评估列车超速防护装置的性能。嗯，这个原始数据是哪来的？原始数据我参考的是国际上的标准数据。您看，这套系统还有弹性伸缩设置，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来调整数值。 可靠性呢？哎，是的，我就知道嘛，老李，我感觉啊，咱们江车的产品，就可以用这套模拟系统来测试一下。你不能乱开玩笑啊，董事长，我以我家族的名誉担保，这套系统虽然不能说是完美无瑕，但是在可靠性上真的无可挑剔。您看，这是交互式参数输入系统，这是列车仿真系统，还有图形系统。咳咳 我写了份报告，把具体情况再跟您汇报一下。好，那就是同意了。我同意什么了？你那这啊，老林啊，我找你有事儿。哦，走，跟我出去。啊，你跟我出去。这。 爸，爸，你不会……爸，啊，什么情况？就是啊。哎，你怎么跟我说过这个？哎，嘿，工作室还可以吧？不错。啊，什么事儿啊？这非得出来说？这个。 这个，严峰经常来这儿吗？他也不是
经常来。哦，真一呢？哎呦，真一可是有日子没来了。而且还蛮着急，我们必须要最快的时间内把它完成。所以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位置，在这儿，你能做到吗？严峰，嗯，今天你爸来是干嘛来的？我怎么知道？赶紧选一个定下来，别把自己耽误了。哦，真一是不是谈恋爱了？我怎么知道啊？你爸都知道，你会不知道？嗯，我说怎么今天把我单独叫出去说话呢？真一是不是喜欢你？我怎么知道啊？那就是你喜欢真一。不可能，开什么玩笑？他看上我还看不上他呢，真是。切。你小子配得上真一吗？啊，配不上，配不上。人叔啊，我得走了，到点回家了，这要不然赶不上车了。哎呀，天哪！哎，臭小子，告诉我，李严峰那小子。是不是对真一做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啊。李建业今天来，绝对不是心血来潮，他是来提醒我的。哎，林叔，你想多了。李严峰先是搬到了真一的隔壁住，又跟着真一去了云南，现在又是真一的助理工程师。他一定在追求真一，你和他合起伙来瞒我。我可告诉你，我现在连修车厂都没有了，真一就是我的全部，别瞒我。哎，我没瞒你，你女儿喜欢的是谭静洲，李严峰就是一厢情愿。这里边还有静洲的事儿？
我早就不知道炸你几百遍了，我还让你让我怎么了？让什么？让什么呀？你朱军，你让我怎么了？你给我出去！ 关于收购生产线还是引进电机这个事情，可能我们还是需要进一步商榷一下。要不，连峰和真一到我办公室。我就不去了吧。你们领导层的决定，我不好参与。啊，好，反正你的方案比较清晰，你不去没关系。真一，跟我走一趟。 不管是引进电机还是收购生产线，都各有利弊。我可能还得再斟酌一下。我本来想跟你跟严峰一起讨论一下，但是刚刚看到你们那个状态，金哲哥，没事儿，那个你不用担心李严峰，他工作完成的都挺好的。那你这边进展怎么样了？ 嗯，我就是按部就班，逐个突破呗。搞研发不就这样吗？李岩峰他真的没问题吧？要不我先把他调到其他岗位。不用不用，他挺好的，他真的挺好的。好，那行。哎，叶工，正好到我办公室，咱们一起聊聊。 哎，小泽，哎，峰哥，林工呢？出去了。哦，林工的这个图纸修好了吗？那个云来项目那个电机，最终方案定了没有？我和林工和叶工。 都有详细的谈了一下，但最终的方案还没有确定。你是团队的负责人，我想听听你的想法。这些年，我们国家各行各业都在飞速发展，逐渐建立起了一整套中国标准。而我一直在想，我们的这个行业，也是时候要建立起自己的中国标准。机车制造是时候从万国机车。 迈进中国标准机车。中国标准，好，不管是自主研发还是自主制造，都是我们的必经之路，也是我们的使命。因此，我是非常倾向于自主研发。看了林工和叶工他们的方案，都有对我们目前现状的合理分析，也有我们自主研发的实际困难。咱们这儿谈判失败之后，一度让我陷入了迷茫。 但是我们在云来项目过程当中这么长的时间进行调研和思考，让我逐渐更加清晰和明确我们自主研发的目标。不错，我们的目标是中国标准机车，不仅仅停留在国内，还要走出去，成为国际标准。是。那董事长，既然您也这么肯定，如果能得到您的支持，我马上去做方案。去吧。 没看错人呐！哎，等等啊，董事长，您找我还有事？没有，陪我走走。好 ，OK， 王总供应的药，你告诉林工医生，我拿过去了。是。
不是我一个人干的。啊，那个，那个，你今年32？33了，大龄。大龄啊，我没觉得大龄啊。怎么不大龄啊？俗话说，33翻一翻，翻一翻66，66还不是大龄？来来来来，那个记者我不了解，真一我了解，孩子挺不错的。我听说他对你有好感，你呢？董事长，您可能不太了解情况。我清楚得很。就有些事情，真的不是我能左右的。其实严峰……好了，我就是随便问问。工作要做，恋爱也要谈，嗯？今天召集大家过来，主要是想给大家通告几件事情。我们原来这个项目时间紧迫，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受到了不少阻碍。最近研究所一直在商讨电机的最终方案，到底是自主研发还是引进？经过我们研究和评估之后，领导层一致决定，我们将坚持自主研发道路。不要高兴得太早，叶工和李工的方案都各有利弊。当然，你们是根据我们江车现在的状况来做的这个可行性方案，只是你们作为江车的新人，可能无法体会作为江车老一辈人的心情。王总工，你接着说。就像今天在场的王总工，我们的董事长，包括我在内，都深刻地体会过被别人紧紧地掐住喉咙，无力挣扎，无力动弹，只能等待命运审判那种无力和绝望的感受。接下来我们要走自主研发的道路，也许步履蹒跚，也许如履薄冰，但是最起码我们的命运能够掌握在自己手里。接下来研究所会专注于关键技术研发，会花大力气加强产品测试、技术评估、可靠性工程以及质量把关各方面的工作。我相信我们江车通过研发管理变革，我们集团一定能够走出研发困局，改变企业命运，不再受制于人。我相信这段时间我们原来这个项目的难度各位都已经感受到了，所以为了更快地推进项目，我们决定注入一批新鲜血液。而这次招新，我需要几位工程师来给我们做技术顾问，所以接下来叶工、蒋华，我们等一会儿讨论一下招新的细节。好，那其他人如果没什么事的话可以散会了。蒋华，你看看这怎么样？这个点到这个点应该没有问题。这个数值应该按这个走。行，我改一下。行，你说。大哥，干嘛呢？我上班呢。李岩峰，我就问你管不管我？你要是不管我，我就去找你家林真一去。反正他爸现在天天气鼓鼓的看着我不顺眼。你是不是有病啊？你是不是太闲了？一天打800遍。对，我就是太闲了。你赶紧给我找活干。你要给我活干，我就闭嘴。滚！
这是什么？你不是说你们工作室没什么业务吗？这是我给你整理的 MH-3 的机车资料，你在电脑上运行一下看行不行？真的啊？这算是给我们工作室的业务吗？就别管了，你看你能不能做出来再说吧。行，有活干就行，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弄得明明白白的。相信你啊。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哎，我回来了。这说好的6点半回家，这都7点半了。我的错，我的错。哎呀，饿死我了。哇，真香。这个世界上什么都能辜负，唯有林大厨的美食不能辜负。你这一年到头的，你辜负的少了。哎呀，我这不是忙吗？知道你忙啊，所以我提供上门服务。谢谢爸。快吃吧。哎呦呵，慢点的，没人跟你抢。不总。每天吃食堂外卖什么都吃腻了，还是家里菜好吃。嗯，好吃就多吃点啊。嗯。看我干什么？哼。哎呀，我感觉呀，这饭呢，两个人吃才是香啊。一个人，那叫果腹啊！爸，你确实该给自己找个老伴儿了。嗯，我绝对支持你。这怎么？这姑娘，听话听音儿，我这是说你呢。我不挺好的吗？知道你挺好的，可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你这身边连个知冷知热的人都没有。哎，不急。我急呀！我又不是嫁不出去。我知道你不会嫁不出去，我这不是怕那帮傻小子抢着娶你吗？这老爸听说呀，嫁人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那可不能嫁错了呀。放心吧，我眼光啊。好得很，孙悟空还火眼金睛呢，那也有迷眼的时候。哎呀，原来我今天是吃了个鸿门宴啊！真爷，你就把你心里边那个小想法跟老爸说说呗。你要不说，我可问了啊。李岩峰是不是在追你？靖州对你好不好？你跟爸说说。你从哪儿听来的？岩峰呢，不太靠谱。靖州倒是好孩子。姑娘，这两个人，你都相中没相中？啊？哎呀，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什么都听不懂。你要是闲着没事干，你就赶紧去找个老伴去。我才忙呢，我可忙了，我没空。你看看，你看看，这一说到关键的地方你就急眼。你是个女孩，别每天就工作工作的，也就江城那帮傻小子帮你当女孩看。你看看你。我去看看那锅上的汤好了没有，快吃吧，闺女。
你有信心没有啊？没有啊。没关系，那肯定可以。你说你那嗓子能可以吗？哎，你先别管他，你先光光我。为什么一直听歌？他一点都不紧张。应该像我们这样才对。大家安静一下，来这边集合，快点，快点。大家好，我是今天的面试官，我叫叶大新。各位的简历我都已经看过了，但是造机车并不是在学校读书，我们更需要了解的是各位在简历上没有反映出来的能力。你别听歌了，一会儿还要再加试一个。在这些螺丝里边有三个是不一样的，我们这次也只招三个人，所以从现在开始率先找到不一样螺丝的三个人就会被我们录取。你没这么简单。哎呀，就这么一堆螺丝就能选到咱们用的？你等着看吧。我是被录取了吗？恭喜你！耶，行啊，年轻人。来来来，刚才这个螺丝能让我看一眼吗？是这个吧？恭喜你！你也太聪明了。你怎么找到的？看一眼。看一眼就找到了。过来。看清楚。找到你刚才看到那一页。恭喜你！我小看你了。好了，各位，今天测试到此结束，我们已经找到我们需要的人。Welcome, guys. 他们是来考察进的。下面呢，就请我们优秀的工程师林真一女士给大家介绍转向架技术的进展情况。嗯，好。This structure has never been seen before. Could you please introduce it to me? 这个转向架的设计。是根据云来轨道的特点，云来的轨道比一般的轨道要窄，
所以它的转向架呢，需要设计的更小一些。那我们的设计原理，其实这张设计图上已经标得非常明确了。如果说您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我可以请我们的设计师李岩峰来给您讲解。谢谢。怎么了你？师傅，这个转向架也不是我的专业。废话，我知道不是你的专业。图纸不是你最后修改的，你倒好，当着云南人面一问三不知。我修改的。怎么样？听说选出了三个很优秀的员工。这个吴江河不急不躁，罗非又很会变通，反倒是这唐果。怎么，你们不是一开始就想录用他了吗？没错，他是中科院好不容易出来的天才，真正的少年天才，所以不管有没有这次面试，我们肯定都会录用他。不过最近让我觉得意外的是你。我怎么了？我又没干什么。再说了，我平常那是低调，深藏不露。别跟我贫。其实你早就已经对我们后面的研究方向有想法了，并且知道我们困难在哪儿，我们最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那你既然有想法，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呢？卖什么关子啊？不过没事，今天提议不错，请你吃饭。你请我啊？不给面子是吧？我哪能啊！我忘了个大事，我不跟你说了。喂，他去开会，你怎么不告诉我呢？啊？就是因为他去了才有事儿呢。王总工，客户呢？你说呢？这件事儿如果真出点什么问题，我看你们俩人怎么交代。师傅，这件事情都是我的错，是我什么都没有弄清楚就来接待客户。不是，王叔，叫总工。王总工，是我的错，跟林工没关系，是我没跟他解释清楚。你要处分就处分我吧。行啊，主动承担，大包大揽。看来外边的传言没错。那不是。你别说话。为了爱情勇于担当，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男人啊？是。啊？啊，不是。真的不是传言那样，您别听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李岩峰，他是助理工程师，他做的事情都是出于我的授意，是我失职了，您处罚我吧。是我的错就是我的错，你处分我吧。行行，俩人谁也别争了啊。谈恋爱的事儿我不管，这毕竟是好事是吧？但是有一点。如果把私事跟公事混在一起，早晚得出事儿。
3000人来应聘，最后选择了你们3位，既然通过了，而且你也坐在这儿了，就应该要履行下一步签约。职场不是儿戏，做人应该有最起码的契约精神。我现在不签约，不代表我不遵守契约精神。恰恰相反，我非常重视。请解释一下。我还不了解你们的团队，假设你们的团队能力不足，或者正在走一条不正确的道路，我觉得我没必要在这儿浪费时间。